吃就有炒菜了。换一点酱。嗯，你走哈，声音传到快。拱起来的黑拱还准备着呢，我不黑两头拱还拱，下来修再修，我干啥修干啥了？看了，我都能得办法都能。一天，我都干不弄时间，我妈怎么了？开时间还能来工作呢？你，好了，快点，嗯，行。看到没有？那俺们就是，俺们就做不了，你先生，你是老板。啊？那不好对吗？那不是老板了？那不好对吗？他叫你过来，他叫他对你过来，这样对呀？来来。那不好对吗？咱们再对了。哦，娘妈，你老婆呢？你奶奶了，你钱怎么了？你奶奶了？不拿了，不拿了。啊，不能了。哎呦，还能怎么弄啦？能怎么弄啦？那你快到高点了，是不是啦？我给你弄来，弄这些，弄这些啦，现在。娘妈，你没有嘛？哎，我这快干了，你来。来来来，不拿不拿不拿。哦，不拿不拿。哎呦，知道了，都压到了。再老点我们就该说了嘛，说了什么嘛啦？那不该说了，等干你提。那你提了吗？干你，他就说回家等，干你提，干能拎了肯定快了，我干。今天这样的生意，存了多少份？哦。这土地我们来玩，我们说什么嘛？好，这样好。好，我看我们那个干土地，我们这种很老的庄稼的。上麦了，看来开始卖了。我们就说了。
反正正门那到年来了，几十年前了。农几年？对，农几年？说了那些生意，肯定老好呗。农几年没过年，反正那些生意肯定不老个厉害。总共的时间都挨到10分钟。